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就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， 还有 Discord。好，在今天天地姐又在临微信官方这边5月2号7点公告了英灵哈，那这个应该大家都猜到了啦，哈，这是领取哈，最早出现在《神魔至尊传》当中的的领取。那以前在单机版当中领取是补血，然后再来就是捡宝物。然后是在那个第一次遇到寒武煞那一关嘛，反正就是拯救神隐上人那个时候啦，然后上官员刚加入的时候吧，上官员刚加入，好像第4章还是第5章，有点忘记了。好，然后这边就不用看了，紫霜云之哦，这边是蓝色的哦，紫霜云之蓝色跟紫色的 ，OK。然后领取就是吃了这个紫霜云之哈，就会醉哈，就会醉倒这样，好像喝醉的样子哈。然后它真的是一个老鼠的概念出来，不是人形哈，可是它可以变成人形呢？不知道，因为它现在没有技能介绍哈，像是情报而已。这是又变得比在萤火的时候还更可爱一点。好，这边的介绍都不念了，反正我觉得这些介绍都多的啦。真的蛮可爱的，我比较好奇，明天是公告技能吗？我比较好奇技能啊，如果它可以变成人形，我觉得是很大的卖点。不过看起来是没办法，如果它会变人形的话，在这个 GIF 图档应该会讲才对。好，本君的一生可以总结为什么？秋伐夏打盹，冬天自然是冬眠。对介绍等于没介绍，反正领取啊，在原作里面是不会讲话的啦，大家知道吗？是在手游里面才会讲话的。好，今天就是这样啦。那我们期待明后天的那个领取的技能介绍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两个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